哼，哼，哎呀，我是服从组织安排，嘿，给总队长一个面子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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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芳嫂子知道吗？我想给他一个惊喜。行了，你都给人家一个惊吓了，他还以为你吃错药了呢。不，哪能呢？ 也不算远，怎么就不腾出点时间来享受一下呢？你说咱整天都在忙什么呢？你问谁呢？当然是问你呢。妈，要问我很简单呐。谁让我嫁给你这么干苦茶的老公啊？水火不容。可我现在就泡在海水里呢，再大的火也着不起来了。水火啊，有时候也是相融的。 这人干什么了？说呀，怎么回事？几个合作企业来讨债的。讨债？咱们这么有钱，总咋欠债？都是三角债，一笔是一笔，这跟有钱没钱没关系啊。难道没人管吗？冯总呢？ 楼上还有一伙人呢，刚才跟朱总吵起来了，朱总把冯总叫上去了。还有这种事儿？你是干什么的？我是我们朱总的司机，我也是打工的，我没有钱。司机？啊，后面那车是你的？不是，瞧你这话问的。 我哪能买得起啊？这这我们老板的啊！把车这给我。为什么？你们公司欠我们公司的货款已经拖2个月了，我们要扣车。扣车？不是，这可不行啊！这我们老板车你给扣了，这不是砸我的饭碗吗？哎，你们要扣，扣我们老板，这车我不能给你们，真的。你给不给？我不行，我真不能给你们。不是那个，这车是老板的，不经过老板同意，这车钥匙我不可能给外人。哎。 你给不给？不是，咱有话好好说，别动手动脚了啊！这可不文明啊！告诉你，今儿要是不给钱，破了你的相，信吗？还有你，冯总，王总、李总，你们别激动啊，不是我们想赖账。 我们发出的货，对方也没给我们打款呢，求求你们，再宽限我们几天。少废话，你个私家政府狂，信不信揍你？这我可就不相信了。从小到大就我父母揍我，谁也没敢和我打过架，还揍我。不是，你小子口气不小啊你！不是，还有这样要债了啊？这可不行！你干什么？啊！ 放手！放手！放了我！咱们别管，对不对？干什么？我说三下，你要放手，我跟你把武侠撇了！干！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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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总，王总，我们是有合约的，我没有说不给你们钱，但是现在下这一刀困难，钱还不上，那你说你让我怎么办？你问我怎么办？我告诉你该怎么办啊！今儿咱就让这把刀说话，他要是答应了这事儿一笔勾销，他要是不答应，今儿就白的进去。 轰出去了！王总，李总，两个人被打了，什么人？主手司机，别下去。好。什么事？谢谢大哥。 120吗？120吗？这里有人受伤，快点的！老王，你钱不还，还伤我人，把他俩给我扣起来！别！我只是副总啊，说溜不算，你们就把我放了吧！马东飞，马东飞，放！你就是那司机？啊！ 这刀还算把好刀吧，木质不错啊，实木的。你这胳膊是不是纯肉的？ 啊，我试一刀就知道了。试一试，试一试，试一试。那个，司机先生，其实我们滚！告诉你们啊，来讨债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我们是合资企业，不缺你们那仨瓜俩枣，知道吗？该给谁不该给谁。 什么时候给，什么时候不给，我们朱总说了算。来闹什么闹啊！啊！闹什么闹？啊！我把话挑明了，想知道老子是什么人吗？大哥，我永远不识金镶玉，请大哥赐教。听说过是刑警大队柯凡吗？听说过，听说过。柯队赫赫有名，谁人不知啊？他是您兄弟。 我没兄弟，那你再给我装睁眼瞎，我告诉你啊，我把眼珠子给你挑上，你信不信？你信不信？哦，您对呀，您就是柯队长，你看看，看看，看看。 看看，看看啊！明人不做暗事啊！我现在是朱总的司机兼保镖，以后讨债来找我，我给啊！想要多少钱，告诉我，听见了没有？不来了，不来了，不要了，不要了，再也不来了，再也不来了！滚蛋！滚蛋！ 玩黑了，进来。哟，柯队，你怎么在这儿啊？你谁呀？我怎么不认识你？哦，我叫关亚，开发区派出所所长，刚从北郊分局调过来的。你的事迹啊？我不是警察了，人是我打的，公是公办的。 原来是这样啊，跟田局摔杯子的人就是你呀！没错，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来吧。
烦。这下可消停了，像他这种粗暴鲁莽之人，早晚都是这个下场。是吗？其实我早就知道他是要惹是生非的。多喝几口海水，怎么知道海水是咸的？那可不行，这万一要是真的是……现在这孩子就缺少大风大浪的锻炼，你别管，让他去吧。哎，照你这意思，以后还得带佳佳去你的火灾现场啊？哎，我还真有这个想法。每天出火警，让儿子跟上，啊，让他看看什么是熊熊大火，什么是水火无情。什么是灾难和痛苦？一个人没有爱心，不懂得同情他人，不知道怜悯苦难，就是成长和健全。我的儿子，佳佳，啊，你说吧，柯凡，怎么了？打人？出人命了吗？伤了几个人？不管是谁，你们一定要依法办事儿。该刑拘的要刑拘，该处罚的要处罚，不管他以前是不是警察。对，就说我说的。哎，常总队长吗？啊，我是田建华。有个情况啊，跟你通报一下。你们火查处周元的爱人柯凡，我知道了。周元的工作我会去做的。嗯，好，嗯。喂，周元吗？啊，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嗯。
有你这么拍马屁的吗？啊，对不起，我的失误，我的失误。哎，行了行了，别装了，拿瓶饮料。 请坐。柯凡离开公安队伍，我也感到很惋惜啊。组织上是不会挽留任何不符合公安干警行为准则的人留在公安队伍里，而且违反纪律、违反法律，同样会受到纪律和法律的制裁。柯凡他怎么了？我刚接到市公安局领导的电话，说柯凡现在在一家外资企业打工，而且还是在试用期内。 却不知道因为什么，他参加了一起打架斗殴事件。他出手伤了很多人。今天，开发区公安分局对他进行了治安拘留。啊，他怎么会这样啊？我听说你去派出所了，怎么样？什么怎么样？判了没？ 治安拘留7天，才7天？你还想置人于死地啊？哎，开除他算了。就他这种人，就像个没文化的打手，胡同里的痞子，他跟着你，多是身份啊！我警告你，冯元平，你要是再说柯凡一句坏话，我还抽你啊！好了好了，我不说了，不说了。 不过柯凡这次在提升公司的知名度上，确实做出了贡献。您说是吧？嗯。嗯？你说什么？你看看，柯凡打人都已经登报了，说外资企业雇佣职业打手殴打中方的员工。这回我们维特亚药业集团公司名声大噪了。 好，写得好。哎呀，维斯特亚药业集团从创办开始，就没有一个员工像柯凡这样为了公司的利益挺身而出的。柯凡可以说是咱们公司的英雄，绝对的英雄。穿越，绝对穿越。你说什么？ 我是说，英雄和流氓在一个群体混搭，很有时代特征。哼，哎呀，这么酸不溜秋干嘛？柯凡比你强100倍。你瞧你那天那样，吓得跟孙子似的。说你不像个男人吧，有点过；说你是个人妖吧，你还缺少那么点女人味儿。你呀。 先把自己定位准确，之后呢，再出来混吧，啊！你不就是想跟那姓柯的上床吗？别以为我看不出来。哎，公司什么时候做出这个决定？我怎么不知道啊？啊？ 我冯啊，你骂我？哎呀，你这人最大的优点就是有什么说什么。是，我承认，我恨他，我嫉妒他，我恨不得杀了他。可你就没这胆。好，既然你帮我起草这个东西，那不妨我就略作修改。 原品不才，还请朱总指教。
明天发下去。好，我马上执行。 关于任命柯凡为保安部经理的决定，从即日起，任命柯凡为维斯特亚药业集团中国总部保安部经理，全面负责公司本部及企业安全保卫之一切事务。总经理斯特朱丹。 外省过境长途客车在北环路上发生爆燃起火，当场烧死10人，事发3天仍没有查出起火原因。网上有人发谣言，说是恐怖袭击，造成很坏的社火影响。谣言发布者已被查处，但起火原因一直未能确定。市局领导已把这起火灾调查任务下达给我处，要求我处3天之内拿出结论。我们正在现场勘查，周元。 这次是专程陪你来玩的，妈妈想听听你的意见。孩儿愿陪同父皇，即刻起驾回朝。什么？富二了？父皇忘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吗？什么老话？救众生于水火之中，乃善之大善。你这说的是什么老话啊？ 此混蛋，亦大爱，复叫我爱也。吾此生不仅得一子，更得一位知己，此乃家国之大幸也。闻听令，随父皇起驾回朝，救同胞于火海之中。孩儿遵旨。 真是有妻不必有妻子啊！说不定这将来我会从火查处长的老婆荣升为火查处长的老妈呢。贺参谋，你有什么新想法？对啊，这样的火灾现场能找到物证，我看比登天还难。这样，咱就等林峰和李兰询问完当事人再说。可3天时限已经过去1天了。 咱们连最起码的起火点都没有确定出来。哎，小峰，你不是给程处发信息了吗？是啊，我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给他发这个信息，但他这个时候不一定能收得到。全家好不容易出去一趟，我真是不愿意这时候打搅他。是。这起汽车火灾实在蹊跷，车是90新，发动机部位也没有查出漏油漏电的情况，行驶当中一切正常。 就连司机他自己也不知道火是怎么烧起来的。人为可能不能排除。人为？车里的乘客没有一个是有钱的主，都是出来打工的普通农民，就是烧车炸车，那凶手图什么？凶手图什么我不知道，但爆燃的痕迹非常明显。客车前置是发动机，尾部几乎没有热源。 但是起火部位偏偏又是在客车后面，要说是人为啊，还真不能排除。
但是我总觉得，我怕耽误下去，负面影响会越来越多。网上造谣的不是已经抓起来了？但如果短时间内拿不出来一个科学的起火原因问定，让真相公诸于世，难免谣言再起。就是没有谣言，为了那些无辜的受害者，查清真正的起火原因，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陌生号吧，不是推销房子，就是套你买理财，真烦死了。哎呀，周叔，看来呀，最好是程处自己出马，实在不行啊，那就得请你父亲出山。不行不行，我妈说好几回了，不许他再出现场了。 他不用坐那儿了，让他过来吧。好，过去吧。客房，今天你可以回去了。还没到时候呢。提前放你走了。提前？ 就因为我当过警察，照顾我。没错，下次要再进来就没这么优惠了。<笑>有意思啊！多少年都是我在耗子外面叫别人，今天却被别人放走了。哎呀，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啊！关所已经通知你家属来接你了。这。 这也不多此一举嘛，要是关个10年8年的，出狱后有个亲人接一接，还有点感动什么的。不是，这才几天啊，还没出趟差的时间长呢，整得跟真事儿似的。好了，这些话留着出去以后再说吧。哎，谢了啊。有什么好谢的？哎，进来就让我住单间啊？这待遇，就跟坐火车软弱一样嘛。 干什么？接客房，你呢？废话。朱大姨，你好啊，丫丫小姐。此特朱大姨，师傅。
怎么又是来讨好我爸爸的呢？就算是吧，我是来接你爸爸的呀。嗯，还挺会来吃的。丫丫，回来。 看来我挺有女人缘的嘛，一来来俩。好了，你现在已经自由了，以后可别这么鲁莽了，不要栽在我手里了。行了，谢谢哥们儿啊，走了。爸爸。哎，丫丫。爸爸。 哎呀，小宝贝儿啊，你怎么来了啊？妈妈说你出差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吃了很多苦，让我一起来车站接爸爸，给爸爸一个惊喜。<笑>哦，爸爸是惊喜，但是呢，爸爸没出差，是蹲监狱了。什么蹲监狱了？是出差了。 看你怎么跟孩子也撒谎了，丫丫，爸爸没出差，是被治安拘留了。爸爸，那个喝猫屎咖啡的司徒朱丹也是来接你的。哎，我过去和朱总说两句话。 叉六还牛，哎哎，只看车不看人啊！对不起啊，哎，我跟你说，这款车是我梦寐以求的，哎呀，看着爱不释手啊，不是，爱不释眼啊，不是。至于你啊，哎，就在这儿，要是有一个。 喜欢吗？超级喜欢。喜欢就好。以后呢，这就是你的座驾了。哎哎哎哎，着什么急呀你？不是我试车啊。那你不问问为什么要送你车呀？知情合同。什么呀？是因为你近期的表现出色，公司董事会决定奖励你的。出色啊？ 就我那三拳两脚，还出色，不是你也太哏儿了，啊！不批评我，还奖励我，这不叫哏儿叫什么？哎，我愿意。那你就不说几句感谢我的话呀？那就大可不必了吧？你看，这本来吧应该是我的东西，你说现在吧成了你的施舍。 讨厌！哎，你怎么那么坏？你这话吧，听着不像贬义，倒是有点暧昧。讨厌！妈妈，什么叫暧昧呀？洋洋。
我跟你说，你别掺和。我老婆在那儿，你是不是有点忒那个了？何凡，你有完没完啊？ 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我发展程度？听你这话问的，我在人家手上打工挣钱，怎么也得逢场作戏吧？戏过了吧？看看，人家斯特朱丹有老公，老公就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不是，你啊也别看不惯。 在合资企业工作，他就是不一样。你这都是借口。我不是说你，你啊，就是干消防时间太长了，整天的钻火场废墟，目击所致，全是一片荒凉和灰烬。对于情感上的东西，也许已经麻木了，真的。长此以往，不懂生活。 不懂人际往来，更不懂高端生活的品味。行了，你，就你懂生活，就你有情趣啊！我警告你，你再这样下去，那个女的她就要越过底线，涉嫌破坏军婚了。不是，你别说这么耸人听闻好不好？人家也是一片热情。热情？哼，我看是痴情吧。我可是你老婆。 我带着孩子来接你，他算是哪国的？他瞎眼了？你这都看不出来，明明是在向我挑衅嘛！你还护着他，替他说话。你真是不可理喻。你就认那几个臭钱是吧？没错，我认钱怎么了？这车是人家奖励我的，多棒的车呀！车，好，你跟车过去啊。还是让你说着了，有人就这么说啊，这车。 就是男人的小老婆。你再说一遍，我看你现在肆无忌惮、没皮没脸、不知羞耻了你。随你怎么认为吧，我没办法，就是离婚也无所谓。你再说一遍，你回来，上车。
谁迎来燃情的春天？是谁洒下燃情的热血？是谁诠释燃情的真？瞬间吞噬了十条无辜的生命。你到底想让我们找什么呀？难道就没有一块碎片飞出窗外吗？男人能说不行吗？今天这酒喝也得喝，不喝也得喝。我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一种在医院里常能闻到的味道。我跟董事长并非夫妻。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你有什么证据敢说是恐怖袭击？朴粉金有这么大的爆炸威力，